过去台湾人民用一卡皮箱招骗全世界，开创台湾的经济成就。现在台湾科技运用一颗晶片驱动全世界，成为繁荣发展的世界动力。台湾人民多元无惧，我们的尼菲亚是世界皇后，台湾的女儿林育婷是世界全后，17岁的蔡云荣用她沉稳的双手夺得世界第一的木工荣耀，20岁的陈思源传承了父亲的技艺，勇夺冷冻空调的世界冠军。新一代台湾制造的年轻人再一次擦亮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 的招牌。